新竹远近驰名的成家肉粽大王已开店逾百年，一直以来以其口味独到的肉粽及果粽陪伴好几代人成长。好吃的秘诀除了料好实在，更重要的是店家对食物品质的坚持。此外，维持传统口味固然重要，店家根据人们口味变化不断推陈出新，制作出更符合现代饮食观念的粽子，也是使其得以传香百年的关键。成家的肉粽不仅可以作为正餐享用，小巧精致的果粽也适合当作点心。随着声名远播，店家如今也提供宅配服务，而这样的好滋味确实值得人们一试。